刚刚我看那个红颜杂欧，然后这个一次一个半年以来了，我难杀了。啊，等等，先回复一下，然后再去揍他。妙手回春，把他打了两个装备下来，舒服。再去七个 boss 这里，一次性半年，死。啊？怎么剩一点点血？啊，他直接回城了。哎，我去。哎，就剩1000血，怎么回事？我这输出太低了，只能说或者来一个暴击啊，他一刀就死了，应该是。哎，可惜，他一个人肯定打不过我。然后那个红颜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身上怎么穿那么素啊？怎么我身上没有穿衣服？我这装备都脱掉了吗？不对啊，装备都穿着的，我怎么是穿个内内，穿个比基尼？野蛮追过血，野蛮有硬直的，不好追。比如我追过血，哎，没有硬直，这个直接追过去是可以的。把他杀了，掉了一个这个坠，哎，还不错。这就是我的那个老对手，我们今天花100万升这两个东西还是可以的，护甲和挂坠，我觉得我好像比他们同战力的就是要厉害。这人其实和我同战力的，刚才那个一次性半年他也是和我差不多战力，然后现在准备去打另外一个，哎，这个没有人抢哎，打架先烈火打中人，我看一下，烈火。啊，我用了烈火，结果没有释放出来。我不知道这个烈火释放距离是多远，我看一下，差不多在这儿。看9小时算真爱，算。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烈火，哎，刚出来那刀，它背后有一团火，那个应该就是烈火。但是我没有注意看它这个伤害有多少，再注意看一下。哎呀，又没有看到，它刚背后出了一个这个伤害的，我没有看到。那大佬他可能是比较忙。不像我，又年轻又有钱又有时间，一会儿再看一下，比方是5万和3万，好，给了一个暴击，哦，那是暴击，打下烈火手动，好的好的，那这个烈火我设置一下，好多人都说这个烈火要关的，好的，已经关了，就好像用了烈火就会很容易出这暴击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对，这暴击还是有这个概率的。我们过来看看这边这个 boss 有人在打，哎，有一个人，主任。好，砍他一刀，别过去了，别过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主人，我先砍了他一刀，所以我就变成黑名字。哎，但是由于我没有杀他，所以我不会变黄，我不用浪费1块钱，不找个助理吗？找个助理是什么样子？去帮我打游戏吗？打游戏有男星了呀，男星是免费的。哎，落地，朋友，哇，2个，圣殿午后，这个圣殿的人有点厉害的。哇，我要被打死了！哇，他们有点牛的，这圣殿就是排行第一的，他们那个工会，我的天，有意思。唐宗，堕地，午后，拜拜，起二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一个人砍了3个人。唐宗，三刀，午后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哎呀！再来一刀、两刀，掉点装备无所谓的。好，他们被我打死了，都走了。我一个人打三个人，把他们干跑了。我这个还是很爽的。哇，哇塞！但是我好像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他们是不是个圣域的？啊，他们不是圣域。刚才那个几个人是圣殿，啊，圣殿，圣殿其二。哦，他们是圣殿的，不是圣域的。哇，这个太爽了。我等那么半天就是为了等这么一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等这么一个镜头，感觉自己像一个优雅的摄影师一样。我们再做一下这边这个 boss，说不定还会有人来。哎，只要那个大道士不来，看没开始抱团了？对，他们怎么是？应该是约好的一起进来，甚至是开麦，应该不是在游戏里叫的吧？无限有红点。哦，好的。死亡通知啊，没有掉，刚才没有掉，可能是哎。来了，大哥，来1刀、2刀、3刀、4刀、5刀，大哥我就不放过你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这个自己走的有问题，好砍，哎呀，还差一点，怎么让他回去了？风寂寞，砍一下。
五颗玄武药，哦，他走了。对，圣域和圣殿可以看成一个工会啊。用野蛮，啊，主要是刚才距离不够，你要打起来的时候你再用野蛮冲撞。我当时要追他，啊，你这个是，啊，这个野蛮冲撞我就用了一次啊，等等，当时确实没有立刻去用，还是有些生疏。好，哦，就是打击 boss 的时候经常有这个架打，其他 boss 我都可以让啊，但这个 boss 我就不让。打架要用烈火，好的，野蛮拉近距离，对，野蛮确实他没有硬直了现在。好，雪域，来我们稍微强化一下，声望，啥就没了，看你要不要打我。汉兽大联盟，他没有打我，哦，他打我了，来，打我就不行，对吧？把你砍了，他砍了我半血，哇，大哥你又来，帅哥，厉害呀！好，把他砍死了，但是我也要死，哎，来，帅哥。别介，啊，等一下，好，死了，哎呀，不错，你复活一个给我瞅瞅，对吧？老王图现在变黄明了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哎，还有个暴力之神也刷新了。赶快刷完这个，去刷另外一个。刚刚的本来可以回去的，但是我有点想着说，我最后一次血可以把它干了，结果没有把它干成。邮件看一下，我掉了啥？我掉了一个混装碎片14个，流光法盔，这无所谓。混装碎片14个，那这个有点亏，这混装很难得的。再去打一下另外一个。我怎么感觉我掉这个东西比较好，别人掉的都比较差呢？是出现什么幻觉了没？OK， 这个 boss 也没有人抢。红明的话还是吃一个这个药水啊，把魂装没有了。刚才看的是这个魔龙，魔龙都是一阶，神装呢？神装都是一阶。这个神装其实可以升级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升。然后明天到100级，我的宝石还可以再解锁一个空位。哎，看一下这个宝石的空位，刚那人也掉了。好的，反正我没有少杀人。宝石这里100级啊，最高是110级，把这个全部开了。嗯，我们今天之内应该可以到120级。这等级排行榜，我觉得我要冲一冲，反正我能耐住性子，把这个升级单留着。好，现在没有人来抢，就是我的了。哎，给了个狗，这狗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自己就有用了是不是？哦，太奇怪了，生肖哦，已经自己激活了，激活了一个狗，他是自己能穿上的。啊 ，OK， 吓我一大跳，加了1万，哇，加了1万战力啊，好的。哎，还不错。OK， 已经用了，然后我再把这个祝福油用一下吧，这里试一下，喂，加一，哇，加三了，哦，不对，幸运值加2，哎，之前被我搞的是加0的呀，没有变化，还有两个，赌不赌？赌一下，加3，哦，不赌了，最后一个不赌了，赌不起，我之前怎么还变成加0了？我都没有注意看，明天我们就可以去打这个10转的 boss。反正以后这个怪物等级越高，给的东西也越高，升级升得越快。再加上咱们24小时不停的挂机，反正我要氪最少的钱，然后把他们打得最痛。啊，现在马上12点了，还差一点点时间。我们先不叫急吧，哪里出来能看一下这个时间？商城现在还没有，这里还是黑的。2分钟12点，好，就在这儿安静的环境下等一等吧。也没有人来骚扰，然后今天分解了一个这个战鼓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传世面筋给分解一下，这个只能分解啊，没有别的选项。这两个分解了，分解得到了这个碎片，然后可以去升级。好，闹铃响了，然后在神装这里就可以合成一个，或者去这个升级。我先合成一个玉佩，对吧？没有的，加个5万战力，啊，这个很爽，这是打 boss 给的。打 boss 才只能给很多东西，有的话，那当然是马上吃。我现在就开始不停的刷，我其实就是差5个极品，手随时放着。
可以了。使用角色转身，转身时转，拿奖励。开服前七天会有好，领取。买到领取了，这是赚到。他给的东西很傻，战士的鞋子其实没什么的，但是这个我们之前没有拿到，就有点不太爽。好，不很爽。集资一会儿来个登录奖励领取，我们还有个转身单可以买，是的。然后签到领取血玉，你看这只有两个，随便找回。哦，宝石贸易啊，这个直接找回，这个真的懒得做，这个要挂机好长时间的，对我来说甚至都不太划算。哇，舒服！再把生成这个商城买了，中售卖各种提升二属十个性的转道身单，具，请经常光顾好，加了100万点。这成里为 VIP 领取奖励，可以购买 VIP 专属礼包，这还可专属礼拥包有更感觉多还特行。权哦。然后天柱，升一级，锻造，升一下，就一下，强迫症表示舒服了，弄战力升装备了。好的好的，然后这个血玉，就只能升一级，其实都非常少，十分的稀少。然后整理一下，有个祝福油不用这里这些东西可以领取了，这是第二天的奖励，第二天的，就没有了吗？声望令牌，这几个挂坠还不能用，能用吧？能用，能用，挂坠，翅膀，好了，还是不错的。这里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的宝箱。71个炼金髓宝箱，使用了。炼金这里可以升升级，加个几百战力，这个加的是真的少。好，完成了邮件没有了。OK 今天传世宝库登录第二天领取对怪加伤10%，加了12000，换装备，换装备明天再换吧，明天再找那个小虾米。然后这里 VIP 等级可以提升了，提升。哇塞，爽！我现在就可以多打一个这个 boss 了呀。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转身，我可能就差他差200万。那他今天是不是就有可能11转了？哇，我始终是差的是200万，他今天应该就11转了。我操，这个还是很不爽的。希望我明天充值能给我4个，让我穿十转装备。好的，十转装备。战士装备有很多十转，还有9转的刀。你看我抽那么多，也就只有这么几个。转身单全部买完了，已经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比较快，在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就买掉了。好，9转的武器和衣服拿出来，哇，那么多十转，哇，幸福了。要是能给一些这个东西就好了。你看这么多装备，这些剩下都要留着去换。其实我还能换一些这个装备出来的，凭着我这个老脸厚皮。好，我们去把背包里的这些十转装备全部穿一下，然后去精炼一下。都是十转了，没买完，什么没有买完？我看一下，有人说没有买完，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。好，我是9转4星加5000，这个加1星1300。2星1300，3星也是1300，哎呀，太菜了！这加2100，哇，这个战绩也厉害，哇塞，可以的。战卓2个，这4个 ，OK， 就这样分一下。战链、战靴、战靴兼有12个，这里来人了，你要来打我吗？我还说他来打我。吓了我一跳，就是这人我和他打了好多次。战链一个加2600，哇，舒服。战带当然比不了那个人了，那个人他都是有好几个有好几个4星，然后有一个5星，我比不了他不过我明天再换换装备，有可能可以再升全部再升一星。天下奇珍探宝寻宝为尊，没有东西了，通过下哦。 OK， 背包没有那个上的那个箭头了，可以了。祝福又也不用管吧，我们现在这个战力已经到了270万，哇，非常爽，这太爽了吧！别的呢？我看一下全民 boss， 可以让你轻松获备300级，记得一定要参与哦。看一下，现在去不了，整理衣服，
对，人家三个是相互给的，那个会比我，效率高一些。我这个衣服也有九转两星，然后刚才有人说这个转身单，商城都给你售看一卖下，各种提这升两个属转身性的单道都被具，我兑换完喽。请经然后还有356万的钻石，哎，还不错。哎，今天我就想着，我要是，倒霉透顶，把这个5万块钱的价值5万块钱的这个钻石全部用完，因为我有600万嘛。那我真的就是太败家了，结果我才用了250万，就还行，以后还能玩很长时间。而且以后我如果看的人多，我还会充很多的。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希望看妄图啊，充更多的钱，麻烦给视频点个赞，谢谢。啊，然后宝箱没有吧？衣服已经精炼完毕了，它已经是两星了。拉票，然后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，十转。啊，那我也是十转，但是我是97级，他们这个寻宝寻的比较多，啊，这个直接是101级，就是证明他寻宝寻的特别的多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挂机挂的多，不是我打 BOSS 打的多，这个也能弥补1到2级的差距。剩下的我再寻宝，哎，后面几天再寻，他可能后面几天就不寻了。宝箱的转身单，不知道，他们有等级单啊，他们不一定用等级单的，啊，就是这几个人。用等级单，我是理解的，我现在是第十嘛，但是第一名他应该是没有用这个等级单的，因为我现在是97级，我用等级单，我一共是有6个还是7个，我可以挺轻松超过他们很多级，但肯定他们没有用，商城卖的，商城中售卖各种提升属性的道具，请经常光商顾城哦。还卖这个转身单吗？哦，这里，这个，这个明天买也是一样。但是啊，谢谢你们的提醒，这里我忘记了，一点点小事儿。这里就是有一个转身单，极品转身单，还可以。然后这个翅膀可以升一点，啊，翅膀13阶了，13阶的翅膀吗？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排行榜，买充到，值，这是赚到。哇，哦，不对，我看错了，充值妞还是第二，吓死我了，哇，这个 AACC。真的是大佬，那个人都被哇，这个霸刀也上来了，我靠！我真的很希望明天2点钟的时候，明天下午2点钟我再充5000块钱，我们来看一看我能不能上个第五名，我很好奇。然后这里站里我们是暂时第二，还可以，因为那个赵公明他来的有点晚，我突然想起我高中物理老师，他叫赵光明，我的天！然后剩下的这些我全部领完了啊，非常开心。哦，这里我看一下，哎，之前没有没有看到这个翅膀到达4阶，总共是有多少份儿，就知道我们大概是有多少的活跃玩家了。这个到4阶估计也要花一些钱啊，就比如说花个98块钱或者花个几百块钱，就可以了解这个游戏的刻度。然后别的没有了，就这样吧。稀有的接 BOSS 要11转才能打这里的 BOSS，哎，可惜差了一丁丁点。我们这个转身其实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。900万就差200万，哎，250万，哦，不对不对，就差200万，205万，礼包没有了。再看一眼翅膀的等级，翅膀等级没有看对吧？他们是13级了，一次性半年啊。还有这个林峰、赵公明12啊，我呢第十，我不着急，这个会差他们这个几万，但是哎，其实没有关系了。哇，他们之前测试服的时候我就看到11级最高了。充值有送转身单，我知道，但是明天再充值了。好了，刚刚的礼包买了之后就直接就开了。嗯，我手很快的。这里还有一些啊，等一下，还有2个极品转身单。我的天，我嘴比较快，我嘴比手快多了。我的天，这里还有一个超级转身单，使用一下，2个呀，极品功勋单。我的天，我今天说不定也有可能哎。来看一下，宝物升级，挂坠升级。来官职升一下，哇塞，转生很接近了，哇，就差200万，啊，现在就是200万不到了，我刚才好像是差300万，我说错了，算错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真的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赶快去睡觉吧。好，下播了，明天下午2点钟开播，拜拜，欢迎给视频点个赞，谢谢。